老雷，生日快乐，一起喝两杯。来喽，两碗寿面。趁这赶紧吃啊，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得很。有些日子没来了哟，你是不晓得啊，老熊他整天待在屋里头。哦，差点忘了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，有了他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兑奖都不在话下。样子是故意做旧的，跟当年咱们……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熊你低调点噻，大爆炸之后啊，一直不太平。又是宵禁，又是查军械的，怕什么？军团那帮铁狗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老雷，一起加干，跟铁哟，老雷，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。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？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。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六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，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六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熊惹事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摊，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。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，交给你啊，我就……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我知道这个机器，信号是近代的快啊！老熊被抓到火炬塔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凶多吉少啊，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，这下哪个办嘛？我这就去火炬塔把老兄带回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兄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快！
干嘛非得守着破增压机？嗨，这是因为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机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那你就闭嘴，还能？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。呼叫老熊，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
巡逻的狗兵变多了，离火炬塔肯定不远了。哎妈呀，是雷哥！哎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啊，已经传开了。你小子消息，明兔不说暗话。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这通讯仪是熊叔给的，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。老熊没啥，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哎，那啥，雷哥，要不
大力神，大力神，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我还有事。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长官，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找军械，我这儿有啊。捡回一条老我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五师傅去铁狗那儿去。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狗守着呢，你去找五师傅打听打听，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就是五师傅。谢了。五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不收钱的。旁边的暗门下去，去武馆找武师傅，他准知道变形钻的。
师傅，宝刀不老啊。哈哈，原来是小雷，你找我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武师傅知道他的下落。原来如此，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，不管多危险我都要救。难怪了，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背。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铁狗已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先去热热。你远离是非多年，不错，仍有当年王牌机师的风采。你这机械拳潜力无穷，我这招只是小技。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，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若你能找到数据磁盘，便磁盘。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也在。武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再去拿磁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，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，唯有先除去极恶。好吧，我这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极恶，拿回数据磁盘，再向武师傅打听钻头下落。
荒谬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好飞船！
回来了，吴师傅。师夷长技以制夷，用磁盘和这台 JS， 我看你应该行。JS， 我看你应该。拿到更多磁盘，就能继续。上回我们劫那变形钻未果，铁狗们便把钻头安置在然。你有这铁拳助力，又习得了新的武艺，也许多谢武师傅教诲。右侧内屋的暗门用跃升拳打开，可以通往发电。欢迎光临老钱的店。既然是武，别小看这些货，都是我老鼠的信用。彼此信任，买卖才能做大。老话说得好，道不同。多谢惠顾。听说了吗？下城区的首领极恶，
居然被个兔子打散架了，修都没法修，直接呸呸！别吓唬自个儿，老大哪管咱们的死活呀？嘿，你当发电站是什么地方？真刺耳，一定是吴师傅所说的机械怪了。